长春的朋友们晚上好，谢谢大家多年来对现代音乐的支持。我今天稍微透了一个小小的秘密，我已经是长春20年的姑爷了，你们开心吗？其实家里的那个温暖和力量给予我们很多很多的支持。我其实20年前就来长春了，我也是基本上是是眼见了长春的这20年的变化，非常非常好，也非常非常高兴。哎呀，我盼了20年才头一次到长春演出，非常高兴，大家开心吗？下面一首《百战不殆》，然后穿过历史，回给我们力量，好不好？
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今天晚上的演职的那个音乐人。我的右侧是我们的非常好的吉他手杨一南，贝斯三宝，优秀的音乐人张张，鼓手小松，最好最好的音乐人，包括这次摇滚三人的音乐总监姚林。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朋友们，再见。